他确实是
非常非常的牛逼，整个历史上都我就可以排进前三位。但是在最后的一件事情，我们大家都是知道的，对不对？不用讲他了啊。所以这一段时间当中，有些人爱着他，有些人更加惧怕他，甚至说是讨厌他。这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人物。Okay, another question. You are fear of Professor He. Why is it to make him angry? Why? 什么呢 ？Why？ 为什么你们大部分的人那天都迟到了呢？我说，那天我跟钟奇在一起，他一直想要超过100块，然后后来要超过200块，然后是怎么样？那时候钟奇说了一句话，我说28分了，我们快迟到了。他说，你说我们迟到了。我记得我把我事情要讲一讲，为什么非要他？大家有没有看过《穿上普拉的女王》The Devil in Prada？ 大家还没看 movie The Moneyball？ 好吧，点球神经当中，布拉德皮特曾经演过。对，他叫他的那个小弟，就是说，你去让人家看球的时候，直接进去跟他讲，我不需要你了，你可以走了。不要有跟球员有过多的接触，这就是在传送那种概念。你不要去，而他自己是这么做的，不要去跟他的球员过多接触，这样你会让人家一种感情因素在里面，让球员更加惧怕你，更加为好。这样的时候做事情的时候会更加有效，不会让一些感情因素去影响你的判断。而他正是发明了那么一种科学的方法，去寻找一些有潜质的球员，而这种方法在2年之后帮助波士顿红袜队获得了那个棒球的冠军。建议大家看一看这部电影啊。然后还有穿奥特的女王，这个女王人人都非常的惧怕她，但是他们整个公司当中这种惧怕也从另外层面上说是一种对她的威信的服从，对她威信的认可，他们整个公司的效率就非常的高。电影如果没看过也去看一看啊，是吧？所以他们都是个好的 leader。 Last word and then last word。 啊，我觉得我们你所举的例子都是一些电影中的例子啊，你有没有从现实中考虑过这个问题？那部电影是啊，在世界上大部分的好的领导都是受人们爱戴的，所以我们爱他，我们而不是惧怕他。我们现实，我们社会中有多少人会惧怕一个跟我们好触手不可以，不过就是不会跟我们好生活没有什么很大联系的一个领导。首先我们不会去惧怕他，那么我们去执行他的任务仅仅是因为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好领导，可能在将来会对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帮助，他的决策。所以我们对他的这种信任，这种爱，促使我们去遵守他制定出来的一些做出一些决策，制定出来一些规则。所以爱他，我们才会真心的信任他。如果我们怕他，怕极有可能非常容易转变为一种恨。如果有这种心理的话，非常可能这个领导他就再见了，他就玩脱了，没有跟他说拜拜了。所以我们只有用爱才能征服世界，才能让我们更好的停留在一个高度。Okay, last word. Last word. 好，就是总结一下，作为一个领导和他的群众其实是有一种关系在这里的。一个领导他之所以能成为一个领导，是因为群众当中有感情所解决不了的东西，需要一种公正，需要站在一个高度。那么这个高度往往需要给他一种权利。所以他是被排除在群众之外的另一个阶级的人，所以人们常常就会害怕这个领导。之所以你害怕他才有威信在这个方面，不是说我们怕他就不去顺服他，而是因为他有这个权利，所以我们去顺服他。之所以爱他，是因为完成这件事情之后，使他成功之后，就像你们大一学生军训的时候，你们都很考验教官。但是当这个教官带领你们从一个艰难的训练当中
获得一定的成功和一定的成果的时候，你们之后会爱戴它。但是领导和群众的关系是在被领导的时候，他们才会有关系。所以那个时候你们是怕他的，不爱他的。你刚才说什么？没有人爱，成不了领导。没有人记住他，永远不能成为好领导。好。Remember always in history, there's a balance between love and fear. Always, always. You mention people in some historical period. Sometimes fear is stronger, sometimes love is stronger. But you need to strike the balance. You have given all the reasons why one is important or another is important. It's not right or wrong, it's different. Okay, it's different. Now you will choose one animal. If you have problem, are you like... Okay. If you are like an eagle or... Okay, let me see. Okay, you are like a turtle. Are you like a turtle? If you have problem, or are you like a lion? Or are you like a zebra? Or are you like a chameleon? Or are you five groups? Or are you like a dolphin? Choose one. Group. Okay. Oh, just follow these. Just follow these. Okay, choose. Five. Whatever you get. Choose.拿在手里面，然后分成五个。Explain why you are like way later.